5月5日，任贤齐在深水埗运动场出席前慈善步行筹款活动。小齐除了身体力行参与慈善跑及捐助5万元与学校外，还以慈善大使身份面向社会做出呼吁，希望大家多多关心他们，然后让他们得到特殊的教育方式跟引导，能够融入我们这个社会，然后能够学到一些知识来将来照顾自己跟自我的成长。小齐刚刚从青海慈善探访回来，目前正在为6月开拍的新戏努力增肥，可紧接下来的另一部戏又要减磅，真可谓是增肥容易减肥难，看来小齐的日子也不好过哟。因为下部戏要演胖子哦，所以一直在吃，可是因为还没拍，很多人看到我都觉得，你怎么了？我出来的时候，我都不停的吸气跟收小腹，我觉得蛮累的。然后戏后面我还得再瘦回来，所以我想我这半年拍戏的期间，应该都没什么好日子过吧。最后，小齐希望在即将来临的母亲节放放假，好好陪母亲和家人吃一顿晚餐，同时也借媒体预祝天下母亲节日快乐。母亲节就来了，我就想放下假咯，唔好再 training 啦，俾我好好食餐饭啦。咁喺呢度都提前祝天下嘅母亲母亲节快乐，大家都要用心去陪妈咪去过个母亲节啦。能够一个新校舍，求你保守整个嘅交接。非凡娱乐香港报道。